AB 柱是这个，柱 BC 是，那也是4:3，底边比就是面积比，对不对？柱 B 是5，BC 是7，那这是5，这是7。A 柱一是上面 ，ABC 是全部，这5平方比7平方，像是形吗？这种三角形，边长是3跟5。A 柱对 NB 也是3跟5啊，对应边要成比例嘛，这也是对应边。cosA，A 的 cos 是拿 AC 去对什么 ？AB，AC 去对 AB， 半径20直径40，40π 再乘以36是1/10，那就是4π。它用扇形周长。所以外面这里是4π，那这里是半径20，20，20，这样叫40加4π。面积是20平方π，再乘以1/10，40π。然后 OP 12，OP 12，OA 15。但是 OP 12 OS 5就更突兀吧，所以是144减25，根号144减25，119。 OA 等于 O 到 A 是5，半径是5。APOZ 30度，那是 P 到 B。5的话，这是5根号3了，这也是5根号3，1B根号3嘛。三立体8，成第8题哦，上面。PAB 的面积是多少？PAB 这是30度嘛，那所以是就也 还要变成1比根号3比2，1比根号3比2，这样好了，这是30度，60度又等腰，所以这也是正三角形，所以这里也是正三角形。正三角形面积4/3根号3边长平方，4/3根号3乘以75，所以是4/75根号3。有外接圆就是对角，对角要互补，对角要互补。你的 AB 是9，那它会 OC， 所以互补。这里是90，这里要90，所以这就框框嘛，框框平方加上31平方，要等于40平方，加上9平方，所以框框平方等于40平方1600，9平方81，减掉31乘31，9×3 ，961。1681减961，12根号，所以框框是根号720。找一个根号720，144×5根号720，好，所以这是它面积，任意两点弦打勾。一定点等距离所有点叫圆，两部分都称为弧，一弦跟一弧叫弓形，一个弦再一个弧，这样叫弓形。
除八是七十九五，角 C 减角珠，角 A 七十，角 B 九五，那九五的对面是八五啊，七十对面是一一零啊，所以是一一零减八五，那变成二五。切点 PO， 然后交于 A 点，做 AO 中垂线 ，AO 中垂线与 BC 两点，BC 两点共，然后他就这样连过去，这样连过去怎么？你中垂线只有你中垂是 AO 中垂、欸、你是把这个中垂掉那干嘛，但是不能证明自己是90啊，你切线的话就要90啊，这不是不对的。 PO 为直径画一个圆、啊、PO 为直径画一个圆，所以我就要 PO 的中垂线。好，那你画一个圆，画一个圆，那这是直径嘛？那这里直径形成的角就会是什么？就是直角。因为到这里，这里会是直角，会是直角才是切线，所以这是对的。会是直角才是切线。小中错，小心正确。然后 AB 等于 O 柱 ，AB 等于 O 柱，角柱 OE， 柱 OE 54度。然后珠 AO 是几度，珠 AO 是外面的里，嘿，这里是 K 齁，这里是 K， 因为等腰半径是等腰嘛，那这里是 2K， 那这是 2K，所以你54刚好是什么？刚好是 K 加 2K 3K 54等于 3K， K 等于18，所以你柱 AO 就等于18度。角 A 是30度，角 C 90度，B 到 C 是357，无所谓啊，那不管是多少嘛，对不对？所有的 sin A sin 30度全世界都是对边对斜边，所以是1:2，那跟357没有关系。 AC 320，然后 AC 上取 C 柱是80，这240，然后平行柱一是76，就 AB 是多少？所以应该是80对320是1:4嘛，所以76乘以4倍，这就24304，这叫4倍哦。然后sin 53 sin 是对边除以斜边，所以是 A 除以 C， A 除以 C， 这是37， tangent 是对边除以邻边，是 B 除以 A， sin 37是对边除以斜边，
是对的。AC 是50度，平行截等弧，所以这50度，这也是50度。然后它会 BA 柱 ，BA 柱就是25啊。好 ，BA 柱就25。弦线距越长，弦就越短。弦线距越长，就离圆心越远嘛，就越短。半圆的圆周角就是90度吧。半圆是180，它的圆周角就是90度。最后这个是啥？最小是 6.1， 第二小是 2.2， 两倍。哦，加 6.1， 由内而外，可能为多少公分？它第一圈是黄色、红色、蓝色、黑色、白色，黄、红、蓝。6.1 6.1 乘以3 18.3， 然后比12.2大，要比18.3小，所以就选 A。 然后五公分，小于6.1的，6.1，12.2，是，24.4，34.5，五公分在6.1以内，这十分，10公分在12.2以内，这是9分，15公分。15公分是8分，20公分是7分，25公分是6分，30公分也是6分，就是在它位置里面了、啊，这里面的10分，这里面的9、8、7、6。所以30在这里，25在这里，20在这里，15在这里，10在这里，5在这里，19 19 8 7 6 6，这样多少几分？16 16 32 40 46分，这是多少？84 32 16分，然后11，这个地方做高哈，就有特殊边。图15的话，就是移过来嘛。好，这里是 2K， 这里有 2K， 平行截等比例。好，那总共180这样。5K 180， 1K 36， 2K 72。然后这个地方 ，AB 是直径 ，C 柱是2/9 AB。2/9的 AB， 整个 AB 是180，2/9不就40度？那角一，很简单，就把它补起来嘛。对，
原味角两壶，这也是180，两壶相减除以二，所以是70。180减40除以二，好，底下讲过了，加油。